Office， 我是蘭苑餐廳的負責人，在這裡已經有12年了，在這12年間都很想帶給大家好味的食物，同埋我哋嘅團隊相當之好專業咁為大家服務，咁好多謝佢哋啦。咁另外我都想大家有一個好開心嘅翻學嘅時間啦，亦都想見到大家。希望你哋可以做到一樣嘢，就係傳承啦，享受你哋嘅翻學嘅生活，唔好再俾任何嘢去影響，快樂咁樣過每一日，亦都享受你哋每一日嘅生活，就係咁啦。可以在課餘的時間過來休息一下的，多謝大家。